这个染颜色呢，就是说不要浓痕了，要稍微淡一点哈。这个呢就跟着这个先染这个黑颜色的，你要跟着染这个黑的。都有点颜色深了一点点，这个不用了啊。对呀，等一下。那个是在旁边，不要紧。对，这个要在旁边，你先要，然后像这些点子些，你可以呢，像这个你也可以点啊。先把这左边，那这边你就啊淡一点点的啊，这边你要稍微，这个等于是棕色了，这个是棕颜色的，等于说这个是最深的。然后呢，这边的，这是最深的。哎，这个是最深的，但是最好还是淡一点，这个多了一点。好，现在你就这根线条，好了，你跟着这根线条走。好。都是淡。哎，很淡，就是一条的颜色，就是在边边上一点点哈。这个就是比较完成了啊。好，现在这些都是很淡。收一下。这些你不管它，你还是跟着它走一下。你跟着你那边走一下、就是。随便整一下。就是跟到它，跟到原来的线条。就是跟到原来的线条。走一下。用你笔走它一下。还要画四十对开，这个要好画的，四十对开了就不好构图。四十对开，我这段时间都在画四十对开，以后你们来看就是了。四十对开的纸啊。对。这个是什么？你要检查，你看这就是掉的了。有些时候掉了呢，你就细心收拾，就是检查哪些地方。这个好像线一点。对了，那个就没有，这就是点掉了了嘛。好，我们把它补上。补上。补上它，补上。人说有些，这就是，你有些时候，这叫细心收拾。这里也还有一个，没有新的，他就要检查，来的你要提上来看，看了还不对，你还要检查。我们这根杆，那就真的从下面走，穿过这根杆，那一根我们是走前面走的。这就两根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在前面。那个是在前面。这个是走的后边。这个是。后面，后边，后面过，这个就是走这个老杆，你看，这个老杆在前，后头伸了一根，好，这个呢，我就要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颜色，你那都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啦，你看。我这里比较大点那个装装，要这个颜色的甜，这个是为什么绿色？老杆高地长青苔。青苔，青苔就是青苔。
就这样子了。这就给三清，或者三女，最好是三清。三女可能叫三女，三女呢，三清呢最好，或老杆呢三清。老杆用三清。这个浆多啊，要不要开？开开咯，你都有用的。随便你，因为你有些时候，那么你把这张挂起来，你把那张拿下来，又拿画这张。